大家好，我是汤人如凤，汤是棒棒糖的糖，你知道吗？糖不但好吃，糖更好玩。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吃台糖。哇，就是这里，这上木叶度假村。朋友们，我今天来这里是要探险的，走进去。来到咱们池上牧野度假村，你会先看到一条全台湾最直最长的加东林荫大道，两边占地3公顷的大草原及蒙古包，让这里宛如置身于塞外边疆。哇，朋友们看前面，我们一早进来，导游是欢迎我们，这里的生态真的很丰富。但是这边呢，我们要1、2、3、4，好多牛！喂，这里的生态太好了吧 ？Hello， 去那里吧。哇，好多牛在吃早餐。哇，哎，朋友们，你们在这个河面的烟囱吗？哎，你们不知道，我告诉你们了，它就是以前的汤城，但是现在没有人用。不过，它已经变成了台湾的历史景点。哇，好可爱的河马！咦，哎，另外一只，另外一只在那边。哇，哎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河马不是很大吗？它们太小了吧？哎，而且啊，朋友们，它们不是在水里面，水外面的河马它又很小。我要找一个专业的人问问看。陈大哥，我很喜欢你们的河马，但是有点奇怪，它们很小，还有在水外面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它这种河马叫侏儒河马，它天生就这么小啊，就长不大，就是迷你河马。迷你河马。因为现在是我喂料的时间，他在等着要吃早点。他还没有吃他的早餐吗？还没有吃。阿伯要吃，吃爸爸哎。哦，他说阿伯要吃。阿伯吃，对。赶快给他们吃东西吧。哦。哎，陈大哥，他们在这里。阿春来。Hello。吃早点喽。要吃东西吗？来。他们有没有名字？他叫蛙春。蛙春，这个呢？那个叫春雨。春雨，春天的春，下雨的雨。Hello， 吃多一点。咱们看完河马，再来看看另一种马吧。陈大哥，它们很珍贵吗？这在目前在世界上是一个濒临灭种的一种保育类动物。保育？是，这是保育动物。听陈大哥说，这种蒙古迷你马全世界仅剩不到200只，所以能亲眼看到还真是非常幸运哦。因为这里的环境实在是太纯净了，所以成为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卫星园区，以草原性动物为主，小朋友可以近距离喂食这些可爱的动物，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。哦，朋友们，你们看那么多人，他们在干什么？来 ，Hello，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扫球啊！哇，比赛？对。这个吗？两个，要不要参加一下？我看一下，哇，一个人不行。一个两个吧。我需要很多人，来，比赛一下。第一名有什么？有蒙古烤羊。蒙古烤羊。第一名好，第一名的。OK， 四个人，加。好。听到的声音开始推哈比赛哈，哎，来，1、2、3 ，Go！ 加油！我们的方向不对，我们输了，胜利了，胜利了，方向不对呀，啊，输了也可以了。输也可以吗？大家通通有奖。阿伯，高兴了。要吃什么？烤羊。好，我们这个烤全羊哦，因为它烤的会干。OK。所以我们要用佐料跟它喷，佐料里面有香料加蜂蜜。蜂蜜？哎，对，蜂蜜。天天的。天然的蜂蜜，甜甜的。把喷了以后，它那个皮才不会硬掉。OK。才会脆。好的，就让它慢慢烤吧。我们先来看看台湾绝无仅有的蒙古风味餐。道地的蒙古奶茶，浓浓的牛奶，
配上茶香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再来用羊肋排慢火轻炖的手扒羊肉，只见骨肉分明，入口即化，香味清甜啊。另外现烤羊肉串，以醇酒点火，再次加热提味，这道菜叫做草原烽火。吴大哥，就是他，我今天早上跟谢大哥一起烤的，就是他。哇，超级香，好 juicy 的肉。哇，吴大哥，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那么大的羊肉。对，那这个什么吃呢？别急，要吃之前还有传统的仪式要进行。首先要献哈达，哈达代表纯洁，有祝福的意思。再来是献刀，献刀是表示对贵宾的尊重。接下来主人会请贵宾切下一小块羊肉，抛向天空表示敬天，再切一块表示敬人，最后在羊的头上画上十字表示敬物，仪式才算完成。吴大哥，那一般的客人可以跟我一样体验吗？对啊，你只要先打电话来预定，就可以享受这样传统的仪式跟享用烤全羊的大餐哦。哎，那么简单 ，Hello， 我要吃羊肉就好了。对啊，当然除了好吃好玩的，我们也提供了舒服的住宿哦。朋友们，慈善牧业度假村非常的漂亮，很像中国的塞外边疆。这里有大草原，有牛有羊，我觉得全台湾最平静、最悠闲的地方就是这里，你一定不要错过。还有啊，很多很多新鲜的事等你来发掘哦。